徐少侠，让你久等了。传送阵已经搭建完成，随时可以启动传送至水源国血域。多谢金皇陛下，事不宜迟，我这就动身。好，阵法启动。必须抓紧时间了，水源国灵草，我来了。少年郎，等等我呀。少年郎，你带上我一起走吧，我给你做牛做马。但是你别念咒了，我受不了了。你这死狗还搞不好事？不搞了不搞了。行，你皮厚能挨揍，适合给我当挡箭牌。金元国的各位，咱们有缘再见。有缘再见，有缘再见，有缘再见。咦，司徒海棠，还不快投降！水皇大势已去，整个水源国如今只剩这一座雪城，你何必还要执迷不悟？海棠，这已经是死守的第七天，雪城内的补给已经消耗殆尽了，将士们死伤无数，剩余的卫兵们疲惫不堪，士气低落呀。唉，水源国危矣。二叔，在决定守城不降的那一刻起，我们就败局已定。我司徒海棠今日就是血洒雪城，也不会倒戈兵临叛徒。海棠，既然你死不悔改，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兵临军，全军出击，今日必踏平雪城。来了，守卫们做好防御准备，为了水皇誓死抵抗。冲！什么？防御，防御！发生什么事情了？烟雾里有人。这里是哪儿啊？说好的雪城呢？这传送法阵精度不行哎，怎么有人传送到战场正中央？小子，你是水皇的援兵吗？啊，自不量力，胆敢一人挑战兵临军的铁骑，踏平他！我啥情况？我去，虽然我徐雪大力无数，可面对军队级别的规模，实在是太爽了，全都是经验值啊！快啊！区元婴期九层的实力，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法诀？怎么打起来了？我先溜了。有站住！你皮那么厚，给我上去顶伤害！哇呀，好痛啊！别打了，你们快给我住手，本身都要生气了。少年，你与兵临叛军为敌，是红颜派来的援兵吗？红颜叛军援兵？哼，原来如此。原来你们是想抢我红颜的城池？没错，我就是红颜的援兵。别愣着，全都一起上吧！快给我搜经验值！火焰法诀，少年你快住手啊！雪山之上的禁制压制着这里，火焰威力施展不出来的。火焰法诀，不知死活的毛头小子，把他拿下！不知死活，用来形容你们正好不过。炸吧！火怒火莲！哇呀！在封禁的压制下，还有如此恐怖的威力，这个少年真的是元婴期吗？打脸成功，获得五百点打脸值；击杀上百名兵临叛军，获得300万经验值。怎么威力变小了？叛军损失惨重，是我们反击的好机会。守卫们，打开城门。主动进攻！杀！杀！将军，雪城守军主动出击，阵型溃散，抵挡不住啊！如果不撤退，就要被全灭了！不能撤退！冰凝皇后下令，定要拿下雪城。我有冰凝皇后赐予的冰凝珠，死守阵线，我给你们施咒。是！胆敢主动出击，七星法宝冰凝珠，今日就要你们命丧于此。
七星法宝冰凝珠，叛军居然有如此神器，敌人被冰霜之力增强后实力大增，抵挡不住了。躲开，让我来。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，是当时最年轻的化境高手，少年宗师啊！阴煞古鞭，什么东西？邪招！抱歉，对不住了。那家伙好像只有元婴修为，半个月连破三阶，开挂了吧？开挂？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儿，我靠的是抱大腿。小子，你要是不给钱，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。哼，陈医生，你快想想办法。会治病？开什么玩笑！我去，福哥，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，双双变这么牛的。看我仗剑多事，成就最强神王。你们竟敢加害无期，罪不容诛。就连斗雀宫的古武巅峰高手也做不到这种程度。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解释，那就只能灭族了。大祭司，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？是说这个东西吗？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。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是一个废材人族啊？我老婆是魔王大人，每周五日上午10点更新，不要错过哟。仙门弟子来到都市，竟成豪门气少，我本低调，逼我嚣张。既然如此，我便猖狂。最强气少，火热开播，一样的热血，不一样的崛起之路。邪鬼，正面刚。解锁末世的99个女主。世人都说玄家玄红武功在世，你是说玄机和那个叫阴姬的女子勾结了？爹，何时才能为您报仇啊？流浪孤儿竟能手到病除，要想当神医可不能只懂医术。妙手神医每周二周四周六更新一集，火爆上线，等你来看。